直播综艺玩的就是刺激，歌手2024直播竞演，一开场就是失误连连。何炅介绍节目规则时，汪苏泷就忍不住当着镜头打哈欠，而海泉 KO 金主爸爸口号时，直接来了一个大失误。所以我想请今天晚上在座的所有的朋友，还有在线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喝歌手。而一旁的何炅完全就是憋不住笑场了。而镜头给到了乐队二手玫瑰时，合伙人赵一成主动要和他们干杯，结果却被尴尬无视。然而最尴尬的还是杨丞琳全开麦的无休音乐带我走，编曲改调十分尴尬，而高音时杨丞琳憋到发红才唱上去。紧张到不行的那音，直播失误忘词，将深海里唱成了深海底。我的沉默在深海底。而结束后一下台，那音立马就去扶墙。什么感觉？我感觉我跟魂儿都不在。扶墙歇会儿。真的好紧张，怎么这么害怕呢？但是你今天做到了一个字儿都没有唱错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太棒了，还担心忘词儿，对吧？今天没有，太棒了。所以这一季你看好谁成功呢？